我明明就感觉到他在我的肚子里，我听过他的心跳了。你的宝宝可能预感到有什么危险，所以他就悄悄地回去了，他是在保护你啊，所以你得养好身体，等着他再回来找你。我一点都看不出来你伤心难过，就好像失去的不是你的孩子一样。咱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手术先做了。孩子都是有灵性的，他知道你不欢迎他，他知道你根本就不想要他。本周日晚间8点，《三十而已》就在 TVBS 42频道。